Hello， 大家好。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，为什么我会出这一本《房地产拍卖真相》的书本。那3年前，我走遍了很多的 MPS 啊、Popular Kino 全马的书籍，没有一间书籍是教育拍卖房地产。所以当我是一名房地产拍卖师，我是一名房地产投资者，我就萌起了这一个念头，我要出第一本房地产拍卖的教材。因为我看到市场上很多很多的马来西亚人，因为读了一点点房地产投资的书本，因为学了一点点课程，就到处乱乱的去做投资，导致很多很多人因为投资错房地产而陷入财务危机，很多很多人也因为投资错产业而产业被拍卖，就交给我们拍卖。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很安全很稳的投资房地产，这一边我可以告诉你，史上最稳最安全的投资模式就在拍卖房地产。我们投资的是比市价便宜的房地产，我们投资的是绝对安全有利润的房地产。那么如果你想要学怎样投资拍卖房地产，在这一边我们将会教会你全套的模式，欢迎你来给我们学习，加油。